干好好吃哦。乔乔，早安。老师，早安。你在吃什么啊？吃饼干。这是你的早餐吗？是啊。饼干没有营养，早餐不适合哎。那要吃什么啊？我们来玩一个游戏。这边有一、二、三、四份早餐哦。老师来描述这个早餐的样子是什么，然后乔乔你猜猜看，这是什么早餐，好不好？好 ，OK， 第一份哦，这个早餐圆圆的、白白的，上面有皱褶，里面有肉肉，是什么呢？你猜？我知道了，是包子啊。我们来看看，当当，答对了，乔乔好厉害哦。那就来猜第二份早餐咯。它是三角形，然后一层一层的，有菜菜，有蛋蛋，有肉肉，是什么呢？三角形啊，你知道了，是三明治。我们来看看，当当，答对了，好厉害哦！这个是三明治。好，第三份早餐咯。它是椭圆形的，然后是白色的，切开里面黄黄的，是什么？白色的外表，里面是黄色的啊，你猜是鸡蛋对吗？看一看，当当，好棒哦，聪明。好，现在第四份咯，是饮料喝的，白色的，然后是从牛身上挤出来的，是什么？知道了，牛奶。噔噔，耶，好棒哦！这个是包子，这个是三明治，这个是鸡蛋，这个是牛奶，看起来好好吃哦。早餐要吃营养，去上学或者是运动才有力气。好，我记住了啊。对对对对对，乔乔，我们再来玩一个猜拳的游戏。刚刚这个包子啊，包子，这个三明治啊，三明治，这个鸡蛋呀，鸡蛋，这个呢牛奶呀，牛奶。然后我们先猜拳，如果我猜拳赢了，然后我们就包子、三明治、蛋一样的话，你就输了。我们来玩好吗？好，剪刀石头布。好，预备，三明治啊，三明治，包子，鸡蛋啊，鸡蛋，三明治啊，三明治，牛奶啊，牛奶，牛奶，牛奶，三明治啊，三明治，三明治啊，三明治，鸡啊，我输了。乔乔好厉害哦，你
赢了，想吃什么你先选吧。包子好，我吃鸡蛋。那我们就开始吃早餐咯，拜拜。